贤哥这一瞅，行，说这么的，张天卓，说我找个兄弟，他一会儿过来啊，说一会儿你们要不跑，算你们赢。张天卓一瞅，谁跑？回头一瞅兄弟，哎，不，他说谁跑？这边兄弟一瞅，大哥，他说咱们跑，这不放屁一样吗？不是小贤，你搁这说胡话呢？你别跑啊，砸你进海滩！贤哥这一回脑袋，上哪儿啊？上哪儿？贤哥，操！他紧挪步，嘎哒嘎哒往前哐当一来，你看站贤哥边上了。贤哥，你来吧，啊，给你个成名立万的机会。说妈的了，哎，怎么事？冲我来！张天卓一瞅，说那个残疾人都给我起来啊，咱们指定玩社会，不带欺负你们的，知道不？那残疾人怎么还干仗啊？小严，你没有兄弟了咋的？你也真的，你啥你也不是。长海一瞅他，你骂谁缺呢？你骂谁？不是老弟，我没说你，我说小贤呢。再一个，你这残疾人，你打什么仗呢？你赶紧回去，回家吧。你什么玩意儿？操！扑通往前这一站，说两伙的距离大概能有个30多米远吧。长海嘎哒嘎哒往前啪一跑，得干出去15、16米远。距离对面说，你看也就剩个10多米了，彼此之间都能看清脸了。哎，长海往这一站，你再说一遍。我说你们长春啥也不是，找你个残疾人出来干仗啊？我不欺负你们的吗？说你给我道个歉来，我叫你们跪下，你信不？你这搁这唠什么胡逼嗑呢？放屁呢搁这儿。长海一瞅，来，你们看这玩意儿你们认识不？啪一掏出来，来看看这玩意儿认识不？他这一喊，手啪伸起来了，哎，拿两个手指头夹，因为你握手里边就看不见了，拿俩手指头这一夹，你看一个军绿色的，哎，上面麻麻赖赖的，一个块一个缝，一个块一个缝，上面带个小铁环，这边带个小扳扣，就这么个玩意儿，拳头那么大啊。张天卓认识，哎哎哎，兄弟一喊说兄弟，后边全看见了，说你看一个传出来吧，都往这瞅，说什么玩意儿？一说拿什么玩意儿，前排这100多号人，哎，基本就都瞅清了。说你看长海拿这个玩意儿，跪下，都跪下！一喊都跪下。张天卓这一瞅，兄弟，哎，小贤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小贤一瞅，贤哥明白呀，大庆懵了，哎，贤哥这不行啊，这炸死了。海波也说，贤哥这不行啊。就连方片都说，哥，长海这玩意吓人呐，哥这不行啊，这不得干死个50、60人呐。大庆也说，哥，长海不行啊，越喊不行，长海越能整事儿。对面也懵了，我操，真的假的？长海一瞅这机会好啊，咔嚓，操，啪嚓一下子，你就眼见着顺长海的右手朝天空上啊，一道优美的弧线，一个军绿色的东西从天上唰就干过去了。他胳膊还挺有劲儿，能撇多少米？撇个20多米远，正好说落在他们这个人群当间，掉地下，刚刚刚刚。说此时此刻这个画面是什么样的？哎呦我操！哎，不行啊，快点，快跑啊！咣咣的，前排这150、60人就瞬间一下子就炸开了，呼啦的一下子。夏天，苍蝇在这个西瓜皮上聚堆，一大群苍蝇，你撇个砖头子，这苍蝇呼啦一下子就没了，哎，就一模一样的感觉。长海搁这也配合，因为这时候哥，你得看演戏。说天卓都懵了，炸没炸？啊，炸没炸？一说炸没炸，长海搁这，哎，大庆也懵了，贤哥，这他妈怎么回事？只有贤哥自个儿知道啊。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长海啊，怎么回事啊？贤哥，兴许是个哑弹。可能是个臭子儿。贤哥一瞅，说那再扔一个，再扔一个炸死他们。这第二个一拿出来可妥了。张天卓也顾不上别的了啊，说赶紧上车，快点来。一喊说赶紧上车，后边谁也不敢动手。说这200多号人里边，长春就得去20、30个人，直接回家了。说陪你来就已经给面了，给你占个场。但你这玩意儿太吓人了，再加上刚才冲散的得有150、60人。民康路旁边全胡同小路口，也有冲进去不出来的，哎，还有冲进去顺道就跑了。因为啥？我给你打仗，我是为挣钱，我不是来送命来了，我也不是过来他妈送死来了，是不是？
我来跟你们玩命啊，人不老少就跑了。说不行，一会儿我自个儿打个车或者坐个大客吧，我回公主岭了。长海这第一颗小香瓜就给冲散100多号人。哎，等着张天卓寻思跑的时候，身边就剩100来号人了。说你看，长海拿这个准备撇的时候，这边就已经基本不剩多少人了，有趴马路牙子上憋倒的，还有那种眼神不好撞墙上给自个儿撞个跟头的，哎，什么样的都有了，鞋都甩飞了，自个儿上旁边的捡鞋去，谁还能顾上他们呢？天卓一摆右手，赶紧走，领这帮兄弟上车，一喊说上车，到最后能有个60-70人上车准备跑吧。长海一瞅，翔哥还炸他不？小贤一瞅，长海别炸了啊，回来吧。那谁，海波方片，翔哥去上车啊，给我碾子打，上车架上5连子，给我碾子打。海波一瞅，哥这还打呀，都跑了，打呀，记住了，海波给我碾子崩，大庆你们也都去碾子崩去，给我碾出长春，出长春就不打了，搁长春市内不管往哪跑，别伤人啊，别伤人，给我朝车上崩，明白啥意思不？大庆一瞅，哥明白了，这不打鸣的吗？贤哥脑袋多快呀，你外地来好几百人干我来了，临给你们干跑的时候，我撵着你们崩，算准了你们不敢下车了，对吧？我朝你们车上打，不伤你人，不打你轮胎，就朝你车钣金上崩，咣咣的搂你呗。你知道那得多大名啊，别人会怎么穿？谁还敢上长春来打小贤来？来的时候几百人，叫贤哥叮当的给打出来了，撵着崩，这叫玩社会。贤哥一摆右手说上车，一喊说上车，那边虎头门已经往回开了，哎，后边的出租车啥的早就跑了，我为你那200块钱丢命啊，早就干没影子了。你等说贤哥这边一上车，海波方片二林子杀青，哎，说陈海大庆他们光光的上自个儿车，这帮老弟啥的总共是10台车，打他们跑那个方向呲啦就干过去了。大伙儿说你看，把车玻璃啪啪的一摇下来，5连子往出这一架，哎，搁大马路上，属于傍晚6-7点钟了，大白天谁也不敢，属于挺昏暗的，就敢这个点儿。你就眼瞅子说贤哥这边10台车，那边能他妈有7-8台车啊，跑的4分5裂的，说最前边还能有个4-5台全是张天卓的车，还有新哲他们坐车里边哇哇往回干。贤哥一瞅说差不多撵上了，海波崩了。